我想说这片进度好久没推了啊，推一下吧，不然等一下 RPG 玩到后来都忘记前面在演什么了。如果声音太大太小，跟我说一下吧，虽然我觉得应该是 OK 了。精灵的祭坛，哦，我是在这里是吧？我来这里干嘛？我想想，哦，好像你们叫我打什么屁屁龙嘛，我记得我是打赢了嘛，然后。Ski 王都可能，8302930您安，接下来要干嘛？再去一次弟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再去一次弟弟是，危险的龙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嘛。然后哆啦 A 梦 get 嘿。可是我们已经有 Tora Belu Get 啦，还要再调一次哦。我觉得这群人好烦哦，我们只是想到我同样的东西一直调一直调的。我记得我缺那个一个超大的药草嘛，记得我必须要有那个东西才能做啥来着？我忘了，看一下吧。如果那个东西我记得是在这里，对吧？净水装置是在这里吗？啊嘞，净水装置，忘了在哪里，应该是在这里，印象如果没错的话。噔噔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！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你们这些人，你们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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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小混蛋！常に効率を考えるのは良い。砍柴堆粘土是干什么的？それが全てではないがな。意思は柴堆没什么用的东西。ザクザク見つかるといいな。できればお宝ちゃんが見つかるといいな。进水的装置在这儿吧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我记得是那个，对吧？哎呀！油断してるな。先制するぞ。哎，对了，我难度有没有调啊？我突然完全忘记我难度有没有调回来，应该有600多，这个血量应该正常的吧？行きますか。疾風怒涛の剣撃。お前らにはもったいないな。に任せろ。発射。代わりに私が。無駄です。効率化して動きましょう。頑張ればおまけする。ど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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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終わりですか。さて。次に行きましょうか。看一下难度好了，我记得是哦 hardcore， OK 啦，难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こっちだと植物ってあんまり見かけないわよね。あれ？やっぱりこの場所のせいかしら。おかしいな。净水系统不在这儿吗？この植物は何に使えるかしら。これ在哪里？
中央の研究もこういっ。え？好奇怪。次はどこに行くのかな？等等，马特，这游戏是不是有 bug？ 所以像走的喽。马克午安。どれを調合しようかな。就差风雨根跟综合技火。风雨根要去哪里打？记得是某种怪，想不太起来是哪一只，等下再说吧。嗯哼，そうか。好，没事。觉得很像。先上卡拉斯西欧弗洛多，先上卡拉斯跟西欧弗洛多都可以踩哦。那我要不要直接去西欧弗洛多踩就好了？还是先上卡拉斯比较好踩一点。等一下，どこに行くんだ？哎 ，A 五四零零二七三，哎，你好，午安。走下面好了。在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水源还很丰富呢。啊，也是。哎，这不是之前有看过吗？他们在聊以前的故事。这是很久以前的话。妈，我觉得那两只就算了，那个老爷爷没活那么久吧。手際よくやるわよ。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这边资源不够，不知道踩不踩得到。对啊，哎，这绿宝宝哎，这打过没有啊？要打吗 ？PK 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谁怕谁？应该不会很强吧？哟，好肥哦，绿通通的。还好。
死火龙是吧？哎，石坦。我是有好像有点像，我是没有玩那个蒙汤啦，我朋友有玩而已啦。他血多少啊？23000哦，废物。绿的很健康，是吗？你们真的这样觉得吗？好吧。しっかり対処しましょう。哎呀，不要再咬我的低智能生物了，好痛！吃我的上勾拳呐！哎，黑王，午安。私たちの力を見せましょう。空母队自杀攻击，太残忍了这一招。死吧！私たち。吃我的空母炸弹呐、啊，空母部队。これでおしまい。キラキラでお祝いだ。よし、わかった。好可怜的空母啊。谁那个炸弹那么远，根本炸不到吧？私はいい友人がいて幸せですね。啊，我知道你有跟我看你说有有有，我还没下就是了，晚点来下。谢啦，谢谢谢谢。終わりですか。さて、次に行きましょうか。また目標に近づいたな。俺の探求に終わりはない。哦，有了蜂鸟的羽根。出去再进来一次。目的地を決める。本当。よし、どうしようかな。再一次。行き先はどこ？無事に完成。どうしようかな。应该够了吧？我记得蜂鸟的羽根，我手上应该不会少于两个。好了，どこに行こうかな？回去喽。开船，够。哎，9月25号要出闪鬼二了，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时间玩。算了，我决定闪鬼晚点再玩好了。哎，为什么这么多游戏我却没有时间呢？令老师卡好，气死我了。
どれを調合しようかな。哎，不会吧？我真的不到八根，干七根啊！林老师，气死我了，气死人了。美丽卡容易也用完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就想要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，看这就八根，看我现在就有七根，居然差一根，然后再出去一次，够烦的。差一根呢、啊？哎、欸、，Kevin 早安。因为我记得在外面好像看不到你库存几根哦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啊。太久没有，真的太久已经没有玩，就完全忘记怎么玩了。扣到三就够了吧？これでどうかな？哇，我接下来随便塞一塞就行。慎重にこうしてこんな感じで。素材强化，这算金属吗？感这种不算金属，那我不能，我不能理解。你算粘土吗？也不是啊，这算什么植物强化？我觉得这游戏有时候分类都很迷，虽然可以点进去看是没错啦。状態だと材料の属性値を上げるよ。今の状態だと。随便乱按的，随便乱按的，你没差了。反正我只知道拿来将就将就了。やった。どの戦力を引き継ごうかな。これでいいかな。うん、完成。很好，所以我还要再出去宰一个就对了，是吧？好，你们说了算，去就去嘛，什么了不起？看我们哪个道具我没有在用的，这石头更废物，拿掉，塞那个 Torabolu Gate。他为什么 Torabolu Gate 要三个啊？我操，你个屁股！好，换第二个也好了。好，三人到佛布村去，从这里飞比较快，然后再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又飞回去啊？夏丽，你有什么毛病啊？你不要再飞回本镇了！我叫你去法布村，你干嘛飞回来？哎呀，好啊！什么毛病你？气死我了！好，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卖什么东西。啊，哎，没什么新东西。嗯。啊，话说今天我看到那个什么完结了，史上最强弟子兼一，哇，看了这么多年，然后从高中看到现在吧，居然终于完结，然后连载了15年，也是蛮有感触的，就是一个作品连载了这么久，哦，再过去又有龙，我直接用这个好了。嘛，我是觉得也差不多斩一斩的啦，因为确实他后面已经有点拖了啦，然后其实就那个套路在演啦。你硬要说的话，我觉得斩也不是说不好啦。嘛，只是最后女主角不是石雨，让我有点伤心啊。怎么想，应该都是要走石雨线呢、啊，怎么会走梅雨线呢？气死我了！啊，这根本是这整部漫画最大的 bug。